恭喜王迪，你成为了班长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十号班长王迪，我选的人是王吉卓。你是需要我的vocal 部分的，对，门面，而且你可以当我们的门面。终于齐了。万有引力，加油 ，Let's go！ 五六七，走，一，一，啊，你咋的？你这是怎么？先不要二，先不要二，先一，先一。一的是左右，二的是右左，右左。步伐大小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大了容易乱，同步一点，团结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都睡到三点多了，大家都精神一下，然后认真跳一下。好，有一个错。我内心很焦虑，然后我对班级的情况不是很满意。王迪班长有时候他没办法，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也好，或者我好多次看到他就是要抓狂，但是又不想对你们发脾气之类的一些状况。就大家对这件事情根本不重视，这种想法很不好。上午上完课我说了，赶紧咱们上去吃饭的时候就背词听歌，有几个人去听了？我想这个自我检讨一下。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挺严重的，是思想态度的问题。由于我自己负责的这一部分的失职，我想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因为解开这个心结，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。我可能是对你们期望太高了，不能说没有进步，是有进步的，但是还不够。我觉得看你们的表演没有让我被你们感染，我觉得你们自己应该也可以感觉到，可以好好去找到原因，因为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。就是让大家又失望了。我其实作为班长有点失望，我希望我们从这次的舞台激发我们的内心的一些东西，然后让这个团魂火起来。他们什么时候到我就会在这儿写上，今天要晚上七点来。以前我可能不太会当一个班长，然后所以可能公演的时候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这次要更加严格的去排练。如果他们迟到一分钟就做二十个俯卧撑。我很开心看到这样的王迪，他有真的用心去带领团队，也有用心组织大家去练习。快点释放天性，朋友们，来吧！这个真是最意外的，这是妹妹。看得出她有努力了。好，走。这下是哪张？我在解放天性的时候，那个不是真实的我，那个是一个假的我。对，真实的我是又酷又帅的。当我们八个人一起往前冲的这股劲儿，我觉得努力是看得见的，努力不是白费的。今天我看到了你们的蜕变，我觉得努力真的是会让人成长。至于这个表演，我觉得可以接近是一个作品，不是所有的表演都可以成为一个作品。谢谢老师。
你是不是生病啊？感冒，然后身体不舒服。等一下，因为这几天就身体一直都不好，就咳嗽啊，好像连续三周了。其实我们前两天大家在练习的时候，嗓子都出现了各种问题。我们班就不只是王迪班长生病，然后李中青、陆羽等人都有生病。我们八个人在一起训练的次数不多，基本上每天都没有人齐。这么重要的一个汇报演出，我觉得对于我们班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。这个表演我非常享受，整个让我觉得跟上一次有完全的不一样。其实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。谢谢老师。很遗憾，万有引力不能参加最后的汇报演出了。我们已经做我们最好的了，而且我们在舞台上没有留遗憾。万有引力其实一开始真的是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一个状态。感谢羽团之名，谢谢。那我们第一个要返场的班级呢是万有引力。太多太多的迷茫，风来雨往，止不散我的步伐。太多太多的鸡汤，让你慌张，我和世俗没商量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